欢迎收看刀世界，今天用茄子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将茄子去皮，去皮后切成四瓣，再切成小块。碗中倒两个鸡蛋搅散，倒入茄子里，用筷子翻拌均匀，加入淀粉，翻拌着每个茄子都能裹上淀粉。大蒜拍碎，然后切成末，切点葱花，小米椒切碎，水中加入生抽、陈醋、蚝油、白糖，搅匀。锅烧热，多倒点食用油，油温六成热，放入茄子，中火慢炸，勺子不停翻动，使其受热均匀，炸至表面焦黄，控油捞出。起锅烧油，放入葱蒜炒香，倒入料汁和茄子，撒入小米椒，继续翻炒。加入水淀粉，勾芡一下，大火炒至汤汁浓稠，关火出锅，一道美味的油焖茄子就做好了，吃起来汤汁浓郁，香辣下饭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加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。